这是昂克利，除了泡的咖啡很有名，早到的习惯也无人不晓。他的秘诀，凡事都先人一步，准备周全。阿公，阿公，帮我带。哎，谢谢阿公。不过今早他却没在店里。我看到他在诊所。没错，因为我不想生病，我去打疫苗，预防流感和肺病之类的严重疾病，就在我家附近的 Charles 诊所。还有今天呢？没错，安克利一如既往，先人一步，准备周全，注射疫苗保护自己。Don't play play 啊！